第1301章屯犬。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扬州城中细雨如油，微有春寒。一处深宅大院中，有悠扬的琴音响起，伴着婉转的歌声，怀左明兜，竹溪家处，解安少住出城。过春风十里，静寂脉清清。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游宴严宾。时任大宋淮东转运使镇江知府的洪启卫还在听曲，门外却忽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阿郎，不好了！洪启卫不由大惊，连忙招呼堂中的歌女美姬躲起来，慌慌忙忙地乱转了两圈，嘴里不住道：快快，必是家中那母大虫来了。砰，下一刻屋门被人踹开，洪启卫目光看去，不由咦了一声，其后镇定下来，手放在长须上抚了两下，一派高官名士风范。李杰帅，你这般闯进老夫私宅又是何意？来的却是淮东安抚制置使李廷芝。只见李廷芝身穿盔甲，披着被打湿的披风，脸上带着焦急与疲倦之色，道：洪公如何会在扬州？累我到镇江。好找，镇江府在长江以南，与扬州隔着长江相望，有京口渡，乃是扬州至关重要的后路与辎重线。再加上洪启卫官任转运使，与李廷芝有诸多公务上的交集，此时洪启卫不问有何事要找他，而是摆出了强硬姿态，道：元宵休沐七日，我自有私事要办，你待如何？那敢问洪公，今我欲领兵复克淮西，为何不给我船只？反将北岸船只悉数调走。洪启卫一抱拳，道：这是朝廷的旨意。李廷芝大急，快步上前道：今陆凤台等众邪下府出叛，而北兵主力尚未渡过淮河，淮西三府六州唯有少量叛军守卫，我需趁北兵未至而迅速平叛，才可消弭大祸。你不肯相助便罢，为何拦着我？洪启卫退后两步，犹在打官腔：这是朝廷的旨意。李廷芝不由剑眉倒竖，脸泛怒意。他身后大将苗再成更是大喝道：娘的，这狗官一再推脱，大帅砍了他算了。你们敢？洪启卫吓了一跳，连忙又往后退，语气马上软了不少。这真是朝廷的旨意。李杰帅，你又不是没收到，若把船只留在北岸，万一淮东也被攻下了，叫唐军夺了船只，怎生是好？李廷芝道：这么说朝廷弃淮守江了？那还没定。洪启卫道：诸公如今正在与堂主议和，故而不希望李杰帅挥兵西进，万一破坏了此事。议和？苗再成惊的眼睛都要掉出来，拔了刀大喝道：淮西都丢了，还能议和？他已完全不知道朝堂诸公是怎么想的了，连他一个武夫都清楚唐军虎视眈眈，朝廷上还指望老虎不咬人。好在洪启卫马上给了解释，正是形势岌岌可危，才需议和，否则下腹迹象如何保证下跪不倒戈？只凭李杰帅就得了大宋社稷吗？苗再成听了整个都听糊涂了，问道：那我们怎么办？等着。洪启卫试探地问了一句，其后道：若是议和成功自然是好的，若是不成，无非是拖住唐军于淮东。李廷芝皱了皱眉，看向洪启卫，疑惑道：既如此，你为何还赶到北岸来？洪启卫登时心虚，飞快地往后堂瞥了一眼，苗再成马上便提刀追了过去，只听得尖叫阵阵，诸多美姬们吓得缩在角落。再一看，后堂摆着许多箱子包裹，打开来里面装的俱是金银细软。大帅，这狗官想收拾了东西逃。不对，若仅是如此，他何必亲自来？钱堂上，李廷芝说着，又道：洪公，说吧。我苗再成忽转头向院中看去，只见有人影迅速翻墙而走，他不由大怒：娘的，这狗官怕是来与叛军联络的。追，可惜。当几个士卒冲出雨幕，四下一看，并不见任何人影。苗再成暴怒如雷，提着刀回到堂上，只见洪启卫还在那儿，不由喊道：大帅，他必是打算降了，杀了他吧！你们敢？洪启卫惊呼道：我堂堂朝廷命官，你等毫无证据，岂敢擅动私刑？苗再成道：这种时候你还敢来江北，一定是偷偷来见叛军，你敢冤枉本官？你血口喷人。李廷芝默默看了一会儿，最后一把拦过苗再成的脖子，道：走吧。大帅，苗再成惊讶道：这就放了他？你想怎么样？杀了朝廷命官造反吗？李廷芝随口反问了一句，又向洪启卫道：今日所见，我会据实以报朝廷，清者自清。是夜，有士卒赶到淮东帅府禀道：大帅，洪启卫连夜携着细软渡江回了镇江府。苗再成便问道：大帅，这是何意？你疑他投敌，我便派人暗中跟着他，没发现他投敌，可他万一携镇江府归降呢？南岸之事你能管得了吗？李廷芝闭上眼叹道：无尽无力，无愧于心便是。苗再成再一想也是无奈，若真杀了洪启卫，也没必要抵挡唐军了，还不如降了一起当反贼。大帅，那还去收复淮西吗？去。李廷芝道：没有船只我们便走陆路，可健康府在南岸，没有船只我们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李廷芝道：现在出击只是没有歇脚之地，但若等到北兵增援，淮东只怕连可攻防御的地方都没有。他目光中透出坚决之色，又道：我已传书沿江制置使赵进，请他派兵往北岸接应，齐攻泸州。苗再成道：他能答应吗？无尽无力。赵进是大宋名将赵奎之子，哪怕当年收复三京之事功败垂成，赵奎
还是大宋那时最拿得出手的将领之一。时人誉为朝廷已知，如长城之事，赵家四代将门对大宋忠心耿耿，故而说如今若还有谁人可以倚仗，赵进算一个。而且李廷芝曾与赵进的堂弟赵怀一起抗蒙，信得过赵怀的人品才干。五日之后，赵怀的回信送到了扬州，说赵进已同意出兵江北抢回淮西，约定正月28前共击泸州。李廷芝已准备就绪，当即便提兵出发。宋军在春寒料峭之际离开扬州，离开前李廷芝登上城头，再次望了一眼长江南岸的京口码头，隐在春雨之中，他却想起了辛弃疾的词：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多谋，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其实词中引用曹操的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还有后面半句：若留景十二子，屯泉耳。当年辛弃疾没有明着骂谁是屯泉，如今李廷芝同样没有骂出来，他只是一口痰吐在地上，狠狠踩了一下，大步赶向战场。正月26日，泸州，陆凤台匆匆赶到淮西帅府，却见王饶有躺在东厢呼呼大睡。王相公，不好了！王饶打了个哈欠，问道：何事慌张？宋军已经攻下了滁州，离我们已经很近了。李廷芝还是赵进？李廷芝，但赵进也来了，已攻到了寒山。哈，赵进也到了。那岂非有船只到了北岸？话虽如此，我们兵力不足，站不到赵进的船只。陆凤台有些忧心忡忡道：以我们的兵力，只怕守住泸州都难。王饶伸了个懒腰，翻身而起，不慌不忙道：别急，李廷芝攻下了滁州，无非是打败了夏府留在那的守军，对吧？是，如今他们对淮西的控制还很薄弱，除了陆凤台带着自己的兵力驻守泸州之外，便是逼降了夏府之后，由夏府下令各城投降，中心与战力皆没有保障。王饶道：这不是很正常吗？总不能指望夏父被迫投降还能为我们坚守淮西。但我们恐怕敌不过李廷芝，若他真的全力进攻，以我们现在这些兵力当然敌不过。王饶道：但你放心，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陆凤台问道：能确定吗？王饶抿着嘴微微一笑道：你不妨把我架到城头上去，我保证宋兵杀到我之前必定会退兵。临安枢密院，一封诏书被缓缓摊开，众人目光看去，眼中俱泛出了欣喜之色。只见这诏书上是任命张建为左丞相，陈义忠、特进为右丞相，曾渊子拜参知政事，其余人亦有升迁。至此，他们合力执掌了大宋朝堂。此外，谢义昌封少保，充万寿官使，临海郡开国公，谢家祖宗三代追封为王。同时，朝廷还任命年逾七旬的大儒王岳出任平章军国重使，一则是为了服众，二则是因王岳素来与贾似道不对付，请出这样一个名儒，便可借其名望实行下一步的计划。至于原来的平章军国事贾似道，早有罢官的旨意传往江陵，王饶来信了，已经答应和谈之后能放回夏府。好，马上派人去安抚下跪，并将和谈之事传于军中。正在商议，偏是又有从镇江府来的信使匆匆赶至，向他们禀报了一个消息。前一刻还在运筹帷幄的众臣们不由大惊：什么？李廷芝怎敢如此贪功冒进，小不忍而乱大谋？就在当天夜里，一道道金牌出了临安城，日夜不停的飞马狂奔往北地，直到健康府长江畔。信使抬眼望去，只见眼前不尽长江滚滚流，快渡船耽误了朝堂大事，你担待得起吗？第1302章船歌。江陵，听到堵堵堵的敲门声响起，贾似道猛地惊醒，喝道：谁？平章公，是我。这么晚了来做什么？急事。平章公，急事。料营中的敲门声愈急，贾似道被他影响的心绪大乱，鞋都顾不得穿，匆匆开了屋门，迎面便是一封见信递到眼前。贾似道一把接过，凑到火烛前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朝廷御寒平章公之首，给予李密议和。贾似道一个机灵，转头看去道：谁？不知谁递来的消息。该死，我离朝堂太远了，当初不该离朝的。平章公，此事尚不知真假。廖营中道：李密数月前才封平章公官职，如今怎又突然变了态度？谁在乎？贾似道大怒，骂道：竟是些蝇营狗苟之辈，李霞赏我他们便疑我，李霞悬赏我他们便杀我。卑劣，也是难得他能在这种愤怒的情况下还能一边骂一边将局势剖析清楚。廖营中最佩服的就是贾似道这点，道：此事若是真的，那平章公是否转投李霞？贾似道转过头淡淡瞥了他一眼，显得十分不屑，那样一来我就中了李霞的离间计了，我是那样轻易输的人吗？这那我们的选择就不多了。贾似道径直吩咐道：让苏留意来见我。夜更深，过了小半个时辰，一身甲胄的苏留意便赶到了贾似道处。平章公，你换末将人中啊？贾似道坐在那叹息了一声道：你可记得你曾与我说过，军中有太多不堪之事，争权冒功，贪墨军饷，任用亲眷，私议军事，还虚极冗员营商等等，不一而足。记得苏留意应了，低下头显得有些失望，总打败仗当然容易让人低沉，
何况如今蒙元已经被赶得远了，大宋将士也不再有过去30多年那种需要奋死抵御之感。贾似道却拍了拍他的肩，问道：你可愿随我一扫大宋军中之沉疴疾病？平章公。苏留意一愣，不明白这是何意。贾似道看着他如刀刻般的面庞，观察了一会儿之后才道：朝中有奸党作乱，挟持了太后与官家，想要向李密屈膝求和，他们怎么敢？事到如今，只能率军东进，杀回临安，铲除奸党，救出太后与官家了。苏留意吃了一惊，讶道：这是清君策。贾似道摇了摇头，故作云淡风轻之态，他是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不过是韩托胄、史弥远已经做过的事，而今日他若再不反抗，他就要成为韩托胄了。不是清君策，没那么严重，但你只怕不知，如今夏父已率淮西三府六州投降李密了，我们必须尽快率军回援临安。苏留意已完全懵了，过了一会了，他大概想明白淮西之如何，遂道：李密之兵马尚未从北方调回，若淮西仅有夏父之稀薄兵力，我等当尽快收复淮西，防北兵渡过淮河才是啊。你不懂。贾似道说着，心里也想起了一个声音：你不懂朝中那些卑劣的狗东西是怎样在迫害我。他却不能与苏留意说的这般明白，沉吟着道：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今朝中虎豹横行，豺狼当道，混淆是非，迫害忠良逆贼，当前有一心求和，若不除掉这些奸党，如何安心拒敌？苏留意却是有些茫然起来，问道：可平章公只有平叛的旨意，没有率军往临安的旨意？这语噪，贾似道脸一沉。苏留意话到一半赶紧停了下来，陈宜中、张建、曾渊子这些奸党与我之间，你认为我是造反的一方？末将不敢。面对两难的情形，苏留意不由低头苦苦思忖。贾似道没有太逼迫他，而是很有耐心的等着。果然到最后，苏留意一抱拳，还是道：平章公有大恩于末将，末将绝不做事朝中奸党迫害平章公，愿随平章公东进。好，我没有看错你。贾似道大喜，他伸手入袖，掏出一枚令符递在苏留意手里，道：你凭此令符速去掌控常德军、宁将军的兵力。诺。这边苏留意才走，贾似道立即转头向廖营中问道：刘世勇来了吗？来了。与此同时，京南安抚使朱四孙正在接待一名信使，官家知道朱安抚使的忠心，因此将如此大事交给朱安抚使，只待朱安抚使平息祸乱。说话间，一封诏书在案上被缓缓摊开，朱四孙凝目看去，微微一惊，只见上面赫然写着霸贾似道平章都督与辞官，即日还朝，还盖着个方方正正的玺印。这旨意本该是传给贾似道的，之所以先给朱安抚使过目，自然是担心贾似道不愿意遵从，需要由朱安抚使督促。朱四孙缓缓点了点头，道：臣遵旨。重庆府帅府大堂中，将才听了参谋们连夜汇集的消息，不由嘟囔道：宋军不会没等我们公道，先就分崩离析了吧？不无这种可能。被临时调派到重庆府来主管后勤军务以及战略参谋的却是秦九韶。随着连年的北伐南征，王师收复了大量的城池，自然处在用人之际，因此秦九韶也被委派了好几个官职。当年刚被俘虏到成都当劳力之时，岂能想到有朝一日还能成为这新唐王朝的开国重臣。我们这番算计借助的是赵宋的机密。秦九韶道：没有我们，宋廷群臣们也必然要对付贾似道，我们只是恰当的顺水推舟而已。江才问道：若宋廷不上当怎么办？呵，岂能不上当，只要宋廷想求和就别无选择，而他岂能不求和？不求和军费从何而来？秦九韶轻挥着手中的羽毛，微微笑着又道：我太了解宋廷了，冗军、冗员、冗费、财政便是他的死穴，他要求和便是神仙来了也阻止不了。好吧。江才也是宋将出身，说话时不由叹息一声，要求和就得杀贾似道，要杀贾似道就得内乱，反过来也一样，因果循环逃不掉。江才站起身道：那我便出兵了。秦九韶略略点头，闭上眼，竟是镜子端坐在那打起盹来，就像是该他办的事情已经办妥了，只需要静待武夫们破敌就够了。大帅，秦公那样子让我有点不安，不知道为什么。大船顺江而下，麻世龙从桅杆上跳到甲板上，赶到江才身边，问了一句：他太自负了。江才道：所以总让人觉得信不过。那大帅信得过他吗？江才在江风中眯着眼，还努力盯着下游，点点头道：信。这不是他一个人安排的计谋，还有使节于情思，还有两淮受够了打窝囊仗的士卒们。娘的，既然决定出兵了，别想那么多。麻世龙道：大帅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就是没有什么计谋，我也不怕宋军那些怂包，我们过去也是宋兵。江才觉得麻世龙的话有些不妥，但不知道怎么说，想了想才道：除掉那些贪官污吏、软弱将领，给他们换片天。好。重庆水师顺江而下，很快抵达了夔州，在这里张顺、张贵兄弟已经准备好了，率其水师兵力与江才会合，直下三峡。其实北伐才结束没多久，他们的兵力船只并不多，充其量不过2万余人，而他们要偷袭的敌人却有20万人。将领们、士卒们
却并未对此感到害怕，他们甚至都没有为这一战做好准备，连船上的火器、弩箭都还没有补充。准备好，过风箱峡了。随着这一声喝，前方的风声忽然呼呼大响，水流的速度也湍急起来。他们已经进入三峡了，船只被浪涛推动着，飞快地往下游撞去。因行船太快，其实非常危险，稍不留意就可能撞上礁石，船毁人亡。他们却浑然不惧，就川蜀这一战，他们被围困了一年多，闷也闷出个鸟来了。如今反手为攻，只觉畅快。张贵大步站上船头，任风吹着他的脸，放声高歌：“哎呵，哎呵，哎呦呵嗨！”马上便有水军士卒跟着唱起来：“一支竹篙哎呵，三峡两岸开喝，空谷传响。”两万士卒的歌声经久不衰，更是十分畅快。若说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夸张了些，但就在两日之后，江才已抵达秭归，故地重游。他心境已完全不同，且当天便得到了东面的消息，遂下令只休整一夜，次日便径直下江陵。麻世龙评价这一战，说大帅疯了似的往200万大军身上撞。次日行到萧亭，前方已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宋军船只，两岸远处还有烽火腾起，哨声就没停过，有时甚至还能听到岸边有骑马的宋军大喊着。叛军瞬间下了，不得不说的是，渐渐离200万大军近了，这两万水师还是渐渐开始有些紧张了。顺流而下，来得快，回去却难。有些将领此刻才想起来，这一次辎重都没带，负责后勤的秦九韶根本就没提这件事。江才却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再次下令催促，命令水师挂满帆东进，誓与贾似道决一死战。第1303章家宴。萧亭前线的宋军保持着警惕，御敌并不慌乱，迅速展开了迎击，战船上纷纷射出火箭，两岸则有炮石砸来，点火拦在江面上的浮木泼了油，一点就燃，火势腾起，顿时让宋军气势大增。终究是200万大军，只消有一半人在做该做的，恐怕没有任何军队能击败他们。见此情形，江才不由惊疑，暗道莫不是情报错了。再一想到秦九韶那做事漫不经心的态度，他更觉不安。宋军这边则已将战况及时传递往后方，快报到中军，叛军来了。马上便有宋兵跃下小舟，操舟往下游而去。从萧亭到江陵水路蜿蜒又有200余里，江面上随时可见船只，可见宋军兵力之壮。而此时宋军主帅却都不在军营之中。今日朱四孙特意在江陵城中宴请贾似道、下跪、谢一鸣、刘师勇、苏刘义等军中将领。有的人认为吃饭是小事，一个馒头就能应付一顿，但这顿饭不一样，其影响之大甚至不逊于一场小仗。打仗尚且要死人，一场宴席却能在觥筹交错之间解决原本需要大动干戈才能解决的问题，故而说莽夫喜欢动手，而君子喜欢动口。未时三刻，刘师勇带着几个亲兵准备去赴宴，出了营已有小童子带着一顶轿子等候在外面。刘师勇是个武夫，平生第一次乘坐轿子，初时还怕四个轿夫抬不动自己魁梧沉重的身体，但等习惯了那微微的摇晃之后，他便发现坐轿子还是比骑马乘船舒服得多。听说吃饭的地方名为春月轩，他原以为是一座酒楼，但走过了江陵城最热闹的大街，轿子依旧没有停下来，直到周围渐近，轿子才被放下来。出来一看，前面是一片不大的湖泊，隐约能见到对岸的院墙藏于葱茏的草木之中，此处以前是一片沼泽，我家主人将它辟为园林。将军这边请。小童子说着引他们向小湖边乘舟。你家主人？刘师勇问道。是朱安府史家还是哪个酒楼的东家？将军误会了，我家主人姓杨，乃是永阳郡王之后，也并非经营酒楼的，今日只是借外宅给朱安府使。永阳郡王姓杨，莫不是恭圣人列杨太后的娘家？正是。杨太后是李宗皇帝名义上的母亲，朱韩差胄立李宗，皆是由他做主，可见其地位。他虽过世30余年，然而杨家之富贵依旧是大宋第一等的。刘师勇一听，立即对眼前的小童子都刮目相看，暗骂自己方才把对方当下人使，太狂了。原来如此，失敬失敬。说话间，小童已引着他们上了小船，船夫一撑篙，很快便划到了湖对岸。迎面一阵梅花香味扑鼻而来，不浓郁却沁人心鼻，岸边景色雅致，让刘师勇不由自惭是个粗人，配不上这样的地方。见过将军。两个体貌端庄秀丽的女子迎上来，行了个万福。她们既不像婢女，也不像月妓，也不可能是此间夫人，偏偏都是长相漂亮，谈吐优雅，再加上其主人身份不凡，落在刘师勇与一众亲兵眼里仿佛像神仙人物。他们遂纷纷低头，不敢太过冒犯，将军见谅，今日是私宴，因此我们为几个孝用另外备了雅间，这边请。一名女子上前笑语着，抬起皓腕便邀亲兵们往右边走。刘师勇还没说话，另一名女子已邀他往左边走。将军这边请。刘师勇有些局促不安，觉得有些不妥，但想到是杨太后娘家的园林，还是下意识地跟着他走。前方的女子款款而行，领着他绕过花木成荫的小径，到了一间木屋前，推开门，里面有个热气腾腾的水池。将军请在此沐浴，奴家
为将军弹奏一曲。刘师勇目光看去，只见那女子坐到了屏风后面，抱起了琵琶，又有两个婢子捧着衣物与藻巾过来。他看了看身上那满是泥污的盔甲与佩刀，确实与这样的环境不太匹配，一边听着曲，一边在婢子们的侍候下洗了个热水澡，换了身干净的衣袍。刘师勇却感到神清气爽，之后他连鞋都不用穿，从屋子的另一头走过长廊，前方传来了丝竹之声，是一个宽阔的大厅，已有几人坐在小岸边，正在说话。苏将军之意是说我二叔与朱安府使请你们来，便是要你们卸甲，末将不敢，末将只是穿这身盔甲穿习惯了。刘师勇进了厅，只见宾客之中有一人十分打眼，却是苏刘毅，还披着一身脏污的盔甲，且身后还站着四名清兵，与旁人显得格格不入。正在与苏刘毅说话的男子二十八九岁，模样相貌俊秀，脸上还敷了粉，衣着虽不华丽，却显然才智上乘，腰间配着一枚玉佩，那是杨太后之侄孙，湖北招讨副使左骁骑中郎将杨震。有将领见刘师勇到了，马上便凑过来低声说道，他以前在禁军任右领卫军中后，主动请缨到前线来，在勋贵中算是上进的。刘师勇目光看去，见杨震还在与苏刘毅说话，没顾得上这边，遂与同袍低声交谈起来。过了一会，他便对这些显贵人物多了解了些。杨震的祖父杨次山是杨太后的长兄，封永阳郡王，其父杨谷则封新安郡王，其叔父杨时封永宁郡王，这里便是杨氏的别院之一。刘师勇暗暗啧舌，觉得苏刘毅胆大，连王府的面子都不卖，不过这种倔强似乎是多余的。等下跪，贾四道相继入席，身上穿着的也是这里的干净衣袍，未带护卫，也未带武器。人中确实是太较真了。贾四道坐下之后，一派怡然自得的样子，却是大笑着数落了苏刘毅两句，都是大宋的臣子，又是在皇亲宅邸，大可放松些，你总不会怀疑朱安府使暗通里密设的是鸿门宴吧？毕竟是时局危急之际。贾四道没有耽误时间，一开场即开始阴阳怪气。刘师勇才刚刚夹起了一块藕片吃了一口，惊讶地发现裹着糯米蜂蜜与桂花的味道搭配得刚刚好，正要尝第二道菜，便感到厅中气氛一变。朱四孙才刚刚向众人举过杯，手中酒杯还没放下，闻言脸色一僵，别人怕贾四道，他却不怕，此时更多的还是惊讶于贾四道这般没有风度与城府居然亲自出口。朱四孙遂玩笑道，若说此地有人暗通李密，数月前李密还给贾公封了官职，座中廖营中担心贾四道亲自与人吵起来失了体面，连忙开口，不过是李密之离间计而已，岂有人能上当。我反而听说朱安福是在泸州任职之时与李密相交莫逆。谬矣，朱四孙正色道，当年在川蜀，李密行事便已显不臣之心，泸州一战他曾盗我兵符，假传军令夺我兵权，时丁大权把持朝政，非但不理会我的奏书，反而将我牵至广南西路，若非如此，李密绝无今日之事。廖营中道，那是学生记错了，原以为朱安府使当年是因李密而得以升迁。诸位，杨震端着酒杯站起身来，提高了音量道，若说曾与李侠有交情就成了反贼，那我斗胆说一句，在座所有人里我最像是反贼。他神情最是坦荡，这大宋社稷虽说是赵氏的，但也可以说是有杨家的一部分，旁人叛了大宋，不过是损了名节，丢了高官，亏了钱财，杨震若反，那便是丢了整个家族与赵氏同享的泼天富贵。杨将军说笑了，杨将军怎么可能是反贼。杨震道，当年在临安时，我与李侠每日厮混蹴鞠，听去有富同享，有难同当，仿佛异姓兄弟。贾四道微微讥笑，心道也就是杨震自己这般认为，李侠只怕连杨震是谁都不记得了，你们不怀疑我，却怀疑平章公，怀疑朱安府使，又是何道理。杨震说到这里语气逐渐慷慨，今日我邀大家来，便是把话说清楚，兵事前嫌，往后军中不再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苏刘毅问道，倘若在座真有人投降了李侠又如何？谁？杨震道，若一定要指责，拿出证据，否则空口无凭，只会影响军心。朱四孙其实有证据，他袖子里就藏着罢免贾四道的诏书，连朝廷都已经认定了贾四道有罪，那自然是证据确凿。而之所以还不拿出来，朱四孙是在等他的人先控制了大军。今日的计划很简单，借宴请之名将这些将领调离军中，先夺贾四道之兵权，再拿下甚至杀了他。虽说他与贾四道都没有带武士进入春月轩，但只需要拿出诏书，杨震以及座中所有的宋臣们自然会听旨。终于等到第五道茶被端上来，朱四孙凝目看去，便见托盘上用酒水写着两个字，事成。他不由心定，杨大将军说到证据，老夫这里便有。说着朱四孙缓缓伸手入怀，众人听旨，第1304章顾不上嫩冬瓜煮鳖群羹，第五道菜
被端上小案桌。刘诗勇目光看去，只见端菜的婢子一双手纤细白嫩，与那瓷盘交相辉映，他的声音也是轻柔婉转，这是江陵名菜。徽宗曾问名臣张景江陵有何盛景，答曰两岸绿杨遮虎渡，一湾芳草护龙舟。再问江陵有何美食，答曰新粟米炊鱼子饭，嫩冬瓜煮鳖群羹，它有滋阴补肾清热解毒之效，将军请用。刘诗勇虽听不懂这诗，却能体会到显贵们的风雅。盘子里小小的鹌鹑蛋排成一圈，如同珍珠，点缀着中间的鳖群。他看得食欲大动，才举起筷子，忽听得上手传来一声喊，周围人已经纷纷站起。众人听旨，鳖肉从筷子间掉回了盘里。刘诗勇站起身，耳边听着朱四孙宣旨，不由大吃一惊。朝廷对贾似道问罪罢官，对于他而言是出乎意料的大事，让他已不敢继续相信。追随贾似道，他毕竟是宋臣，从没想过要背叛大宋。这年头，有这种想法的人早就北上投李侠了。在座还有不少人是这样，除了几个如廖营中这种贾似道的心腹党羽。因此朱四孙宣读完，众人皆错愕茫然，贾似道却依旧从容镇定。朱四孙，你果然已勾结李密，拿一封假诏书便想害我，可笑。刘诗勇一听，心想原来是这样，心中对贾似道的信任又恢复了些。事到如今，巧言狡辩已无用。朱四孙道，你若怀念先帝重恩，束手就擒，回临安向官家请罪罢了。朱四孙反了，拿下。贾似道毫不废话，大喝了一声，苏刘义与身后的侍卫遂立即向朱四孙扑去。贾似道说罢，则已径直起身，从厅东侧的小门快步离开。对他而言，朱四孙屁都不是，今日过来无非是掩人耳目罢了，实则他早已下令让心腹兵力赶往临安，与朱四孙争赢争输都不重要，回朝除掉政敌，重掌大权才是关键，拿下他。朱四孙眼看贾似道熟门熟路的离开，也是吃了一惊，他既然敢设宴，自是早有准备。厅中已有几个将领立刻便迎向苏刘义，或追向贾似道，但还不够，还需要杨震的人帮忙。杨将军。朱四孙看向杨震道，贾似道反了，拿下他。我杨震已被眼前的情形惊住了，有些不知如何是好，进来。朱四孙、贾似道都先后与他打过招呼，他却以为凭一己之力可以安抚二人，而这件事上他只要中立，贾似道就要赢了。众人唯独没注意到的是，厅上正一片大乱之际，有人冲了进来。郎君，上游有信使来，军中一般校将不知诸公在何处，苦寻不已，何事？杨震正忙得团团乱转，不停吩咐家仆控制局面，叛军公来了。忽然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杨震大惊，什么？你再说一遍，叛军公来了。信使是早上从上游赶过来的，已经在军中等了很久，上游守军只怕已与叛军苦战了一整日。贾似道跃下小舟，转头看去，正见到一排排精锐之士赶到，过去拿下朱四孙，剩下的由苏刘义安排。诺，东晋之事安排好了，已传令三军，因淮西之变，平章公奉诏回京秦王，走。然而还没走几步，又有信使赶到面前。平章公，终于找到你了，何事不能等我回战船再说？叛军攻下来了。贾似道一愣，转头向西望去，表情有些失神，倒说不上惊不惊讶，他就是顾不上这些了。今日的问题不仅是朱四孙误了他的军情，哪怕及时收到消息了，情况也未必能好多少。调兵的命令其实早就下了，兵马前几日就开始暗中调动，要往临安了。走，先回战船上。在春月轩宴饮时，所有事都很慢，沐浴更衣听琴，一顿饭从中午吃到傍晚还未结束，形势的变化却极快，半日的功夫，上游的宋军得不到下游的支援，连命令都没有收到，就已经大溃了。杀人很慢，一个唐军士卒要杀死一个宋军士卒，需要接弦攀到宋军船上，一刀一矛来回拼杀，从军数年从未杀过人的士卒都大有人在，溃败却很快，只需要一个将领下令撤退，船夫们收了锚挂起帆，船只便能顺流而下，被江水越卷越快，200里长江风急浪大，但凡逃得太急了，船只便能轰然相撞往江底沉下去，何况长江蜿蜒曲折，更不知有多少船只在岸边触礁搁浅。就在贾似道从江陵城赶往战船的路上，一连有好几封战报被送了过来。平章公，叛军已杀到宜都，赵都统请支援。报，荆州团练使牛将军报赵都统不战而退。报，败兵已过百里洲。当这些积累了半日的战报一并送来，贾似道根本无法迅速判断形势。正在此时，又有清兵匆匆赶到。平章公，下跪，杨震等人求见。贾似道此时却是愣了一下，问道，苏刘义呢？苏刘义也在其中。贾似道皱起了眉，他登上战船的高处，目光望去，只见苏刘义所部并未按照约定开始往东，意识到计划有了变数，战事越来越紧，江边上却有越来越多的士卒在赶往江陵城，那是去接应诸将的兵力。终于在唐军抵达之前，诸将已赶回了江边，刘诗勇又披上了他那身盔甲，一边大步走着，一边向苏刘义问道，你确定朱安抚使的诏书是假的吗？确定。怎么确定？苏刘义道，临安城中官家与太后已经被一群只顾着争权夺势一心卖国求和的奸党
控制住了。这些人发出的诏书当然是假的。刘世勇反而吃了一惊，讶道，那诏书是真的？顾不得这些了，御敌要紧。两人脚下不停，很快已经有水雾飘过来，那是江边的浪花拍出来的。快，各自指挥御敌。苏刘毅火急火燎地大喊着，转头一看，只见主战船上打的旗令果然是撤退。他连忙便赶向主战船，他不管不顾拉过一名正在登船的校将，语气急促便道，通船，快通船，夏老元帅与杨大将军求见平章公。苏刘毅知道贾似道的计划，认为现在若下跪与杨震能表示支持平章公，还能让其改变计划。然而当他回过头，发现夏贵等人却已不在了。方才就在春月轩，他的士卒及时赶到，他是有把握能拿下朱四孙、夏贵等人的，只是恰遇叛军攻来了。众人都说此事不该在内讧，先同心协力御敌要紧。夏贵、杨震一答应要来见贾四道，叛军到了。苏刘毅还在环顾江边，忽听得大喊，抬头看去，果然见江面上已出现了唐军的旗帜。他当即拔出刀向自己的战船奔去。刘世勇还愣着作甚？守码头鸣金声打断了他的呼喝，这次却是下跪的主战船上撤退的旗令高高挂起。怎么回事？夏老元帅既不劝平张公战，自己也退了。刘世勇本已要冲向码头，此时却停下了脚步，喃喃道，大宋已享国310年。你说什么？方才下跪说大宋已享国310年。刘世勇道，他是想说可以亡国了。一瞬间，苏刘毅呆滞了一下，他自人中好富汉为这字号所承载的期许与志向忙了一辈子，突然听到亡国二字，当然觉得刺耳，但战场上已没时间给他想这些了。上游的呼啸声越来越响，唐军已越来越近，快保住我们的士卒再说。第1305章软骨。下游是哪个的船堵着，让他们让开。将军，他们的统领不知道去哪了，船上只有士卒。事到如今，下跪那大宋已享国310年的论调已让刘世勇失去了战胜的信心，今日这一战还没开始竟然就已经败了，眼下能做的唯有尽快撤离。然而诸路宋军败逃的速度实在太快，转眼间他们这些逃得慢的已经落在了最后。主帅指挥混乱，导致士卒更加混乱，江面上船只拥堵，挤得水泄不通。刘世勇转头看去，只见那些士卒、船工、民夫得不到命令，正在如蚂蚁一般慌张乱窜，有水性好的干脆跳入长江往岸边游去，甚至于码头上已有劳役开始哄抢辎重，才从春月轩赴宴归来，马上置身于这样的战场，他感到比往日要辛苦得多。不久前还听着那些俏丽小婢的柔声细语，此时却要身披重甲来回奔波，与一群粗莽恶汉结声大喊，虽只有半日，却已足够让人体会到温柔乡是英雄种。有一瞬间，因为实在不想再战，刘世勇脑中想过干脆投降算了。其后苏刘毅的战船从眼前驶过，给了他一些激励，终究还是有人能在大宋的歌舞升平之中维持着志气，但若是众人皆醉，独醒之人便显得格格不入了。刘将军，前方有小船上的士卒挥着旗帜冲刘世勇大喊起来。刘将军，走，不掉了，苏将军来阻叛军，请刘将军尽快疏散下游船只。阻不住了，刘世勇还想说话，只听得砰的一声，脚下的战船剧烈的摇晃了起来，却是炮石砸落在了旁边的船只上，一时间江面上满是惊呼与惨叫声。刘世勇不由大惊，暗道叛军居然还有载着炮车的大船，抬头看去，却见上游的江面上肉眼可见之处还是宋军的旗帜。那炮石是哪里来的？砰，又是一枚炮石轰然砸下，砸中了前面的一艘船，木头断裂声响，水花溅得很高，泼了刘世勇一身。这次他看清楚了，且无比惊讶的发现这炮石竟是从江陵城中抛出来的。江陵城头上原本高扬的一杆宋旗已然落下了，只有一根长杆上系着白色的布飘扬在江风之中。城头上的降将投降了，油嫌不够，竟立即反戈，以同袍的血来讨好叛军。降了，江陵降了。江面上的士卒也留意到了江陵城的情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再慌乱奔走，找到了真正的求生之路。我们也降，我们也降了，投降，投降。江陵城上不再抛射炮石，刘世勇此时才意识到，那降将并不是要杀伤宋军以讨好叛军，而是在提醒宋军投降，也包括提醒他。于是降不降这个问题正是被摆到了他面前。刘世勇有些犹豫，说来旁人或许不信，此时让他难以抛舍的确实是忠义之心。他是武夫，没读过书，他的忠义不是读书人那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刚肠，而是觉得自己从一个士卒升为都统，一辈子领着俸禄养活家口，就这么降了不该。但局面已不是他能把控的了，漫江都是投降的呼喊声，周围一个个的将领全都下令砍倒宋旗投降。将军，降了吧。连他麾下的将士也在劝说。刘世勇闭上眼想了一会，犹决断不下，娘的，老子不害弟兄们的性命前程，想投降的自去投降。说罢他自转身走进仓房，把仓房门一关，外面的混乱与乱七八糟的事他全不管，哪怕船要沉了，将头盔解了，他拔出腰间的佩刀看了看，
试着往脖子上架，余光恰好瞥见了床边摆着的几坛子酒，那是前些天贾四道送给他的上好的琼鱼酒。吞了两口口水，刘诗勇把刀一丢，往酒坛边一坐，拎起酒坛拍开风泥就往嘴里灌。他素来好酒，此时想到的是，就算殉国也不该浪费了这好酒，要上路也等喝痛快了。一杯酒下肚，像是烧到了胃里，身上有了热气，满腔的愤欲便发散了出来。今日老子是开了眼了，刘诗勇喃喃着，回想着今日春月楼的宴席，突如其来的战败，还有下跪那句话，越来越醉。待酒喝得差不多了，他重新拾起地上的刀，再次往自己脖子上抹去，眼前出现了一个人。刘诗勇瞪大了醉眼，问道，你是叛军？对方握着他的手道，何必呢。刘诗勇哈哈大笑，把刀往脖子上划去，眼前便黑了下来。再睁开眼，眼前是一木梁，木梁上是灰色的瓦顶，阴曹地府与我家老屋还有点像。刘将军醒了，身边有人说了一句，很快便听得脚步声，有人走过来，探头看了一眼，却是朱四孙朱安抚使。刘诗勇不由惊讶，坐起身来，四下一看，道，我们逃出来了。刘将军也是为国殉难过一次的人了呀。朱四孙叹道，什么意思。刘诗勇看着朱四孙的脸色道，你降了，新王有定数，天命非人力可抗。刘诗勇不听这些，问道，现将临城投降的就是你？对，就是你。他已经想起来了，在春月楼时得知叛军来了，只有朱四孙没有出城，此时再回想昨日之事，却只让人感到可笑。朱四孙在宴席上正气凛然指责别人勾结叛军，接着一道热菜都还没凉的功夫就已经降了，你是很早就勾结李密了。刘诗勇又问道。朱四孙摇了摇头道，并非如此，我是看贾四道下跪败退，局势已不可挽回，方才做的决定。刘诗勇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不仅是我，朱四孙继续道，杨震义降了，且看下跪之态度也是想投降的，只是他官位太高，并非将才可以招降的。我不明白。刘诗勇道，这样有什么不同？我的弟兄们为朝廷战死，结果你们还是一样的当官。不同了。朱四孙道，天子不同，国志亦不同。如何说呢？便说杨震在宋之时富贵颇天，你且看他这些良田美宅还能剩下多少。他是李密的八拜之交，圣明天子论功行赏，岂管一点私意，往后风气一新，世道会越来越太平。刘诗勇听得愕然道，我还以为你是个有气节的人，比起个人气节，生离社稷更重要。朱四孙叹息了一声道，我并非找借口。端平三年，我在成都曾亲眼见过蒙军屠城，城中数十万人仅活了寥寥数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刘诗勇默默听着他说成都惨状。末了，朱四孙道，我不是怕死之人，但我更愿意活着，看着世道变好。至于国号是什么，皇帝姓什么，在见过人间炼狱之后已不那么重要了。你是想劝降我？我惜刘将军是英雄人物，想保刘将军性命。因朱四孙颇真诚地给刘诗勇说了个故事，刘诗勇沉默了一会之后也真诚地开了口，我是泸州人，我很小的时候蒙古人杀过来，我爹娘都被蒙古人杀了，是官兵救了我，我们淮兵都是好样的，今日不是蒙元公过来。朱四孙道，天子是李唐之后，本就是天下正统。我知道。刘诗勇道，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让弟兄们降了，但我累受国安，将军以战功升迁，岂有亏欠赵氏之礼。朱四孙忽然提高了音量，直切刘诗勇不肯归降的根源，反之是赵氏无能，与为外敌所欺，累得生灵涂炭，此赵氏亏欠天下人之礼，将军已尽了全力，且为赵氏自刎过一次，还谈何累受国恩。文官终究是口才好些的，一番话说的刘诗勇默然无言。言尽于此，待会将才便要来看你，他与你是半个老乡，便听他一句劝吧。朱四孙最后道，留得有用之身，当思报效天下，而非只报效赵姓君王。朱四孙走后，又过了一会，姜才便匆匆赶来，两人都是淮西将领，原本便有交情，如今再次相见，几句话之后立马又熟络起来。姜才毫不客气地在刘诗勇肩上打了一拳道，我一看江陵城里一些无能官吏酒囊饭袋都归顺了，反而是你竟还要为赵氏殉国，糊涂了不成？当年你我一起打蒙军，每次想过要投降，能一样吗？姜才喝道，能一样吗？刘诗勇答不上来，只好道，那这么说吧，不管谁打过来，先降的定是骨头软的，老子就不想当骨头软的。姜才登时发了火，抬手指着刘诗勇道，我最早降了陛下，我骨头软是吗？但就是我们这些骨头软的，如今屈胡虏于燕山，恢复中原，你服是不服？我不是这意思，虽说不是蒙元公来，但我不愿与某些软骨头混在一起，回头哪能分得清，为何要分清？姜才道，但凡归顺，那就只管是好是孬，往后当官敢贪的便杀，打仗敢逃的也杀，只要能教天下成了太平盛世，我管他遇到蒙元攻来降不降。说到这里，姜才一拍胸脯，显得有些傲气与霸道。刘诗勇却有些愣住了，方才之所以这么问，因为他分不清朱四孙到底是为什么降了，且还向他抛石头。他一会鄙视朱四孙，一会又认为对方说的对，但各种疑惑全都被姜才这个傲气的表情打消了。对了，苏刘义降了吗？刘诗勇接着便想到了这次在军中他最佩服之人的处境。你们能说服我？能说服他吗？他是进士出身，还不知道
江才道：“我方才便是在劝他，希望能劝动他吧。”第1306章人定胜天。泸州时近傍晚，陆凤台接过王饶手中的望筒，仔细擦了两下，向城外望去，只见李廷芝的旗帜还在远处飘扬，既不进攻也不撤退，这种情形已经连续数日了。放心吧，王饶道，只要合议还在进行，宋军不会再主动进攻的。陆凤台行事却更加谨慎些道：“可是如果李廷芝不听宋廷的命令，突然偷袭我们呢？敢违抗朝廷，那就说明他不迂腐。那既然他不迂腐，为什么不归顺，反而要偷袭？”王先生所言不错，只是这是常理，每个人想法不同，谁知李廷芝是怎么想的，怎么想他都来不及了。王饶自信地笑了笑，希望是这样，至少今夜应该不会偷袭。陆凤台将望筒递还给王饶，王饶却是摆了摆手道：“送你了，只怕太贵重了，军中会给你配一个，到时再还我便是。”那就多谢了。陆凤台心里认为王饶为人还是十分不错的，且他确实很喜欢望筒这个玩意，不免多多把玩了。这日入了夜，还站在城头上拿着望筒到处看，忽然陆凤台目光一凝，隐隐看到远处有火光闪过。夜幕之下，李廷芝还未睡，正在营地里等候消息。终于帐外响起了通传之声：“将军，进。”不等士卒的话说完，李廷芝已应了一声，让人进来。他本以为是他在等的消息回来了，然而进来的却是赵怀。“元府兄。”李廷芝抬起头来，有些讶异道：“深夜过来，莫不是想告诉我你要退兵了？”赵怀摆手道：“放心，我绝无此意。”两人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朝廷已经递了金牌，火速召他们回师，包括在健康府的赵进也在无奈之下断了给他们的粮草，他们也不敢抗命，以承诺会尽快回师，实际上则是为了拖延些时日。此时赵怀在帐中缓缓坐下道：“我来是发现大帅是在准备攻城吧？”李廷芝抚着长须道：“瞒不过元府兄，泸州新叛不久，城中还有不少人忠于大宋，我已再联络他们，可是看这变数还没来，而粮草已尽，大帅决意违抗朝廷的命令了。”李廷芝没有马上回答，起身掀开帐帘往远处望了一会，反问道：“岳飞当年收到金牌，若不肯班师，能收复中原吗？粮草一断，岂有打胜仗的可能？那若是高宗知道金人根本无意议和必灭大宋，还会召回岳飞吗？金人治理中原尚无信心，自是想议和的。”李霞不想。李廷芝道：“我敢以性命担保，李霞绝无议和之意。”赵怀叹息道：“便是再加上我这一条命，朝廷亦不信，奈何？若是唐军已准备渡过淮河，令兄可敢支援我们？真的，我为淮东治治时，令兄为沿江治治时，皆有御敌之责，倘若叛军主力来犯，出兵理所应当。”赵怀又问道：“消息确切？”李廷芝走到地图边指点了两下：“元府兄请看，一旦我们得到叛军主力渡河的消息，立即北上攻下泸州，再火速北上，恰可对叛军半渡而击，叛军真难下了。但王饶昨日还与朝廷合议，王饶小人绝不可信。”李廷芝道：“至于叛军的消息，我还在等，但我相信我的判断。”赵怀看了一会儿，不由感慨了一句：“只怕官家对这江山设计都没有大帅这般尽力啊。”他当然能看得出李廷芝的尽心，否则大可以收兵回去享清福，何必再次苦心孤诣。两人又谈了一会儿，认为今夜应该不会有消息来了。正在此时，却有士卒匆匆赶过来：“大帅，有消息到了，快。”李廷芝最近睡得很少，此时立刻精神起来，不一会儿有士卒被领进了他的大帐，看到唐军了，那士卒才进来，忽然听到这么一声问，连忙回答：“看到了。有多少人？到哪里了？不知有多少人，但看那声势过鄂州了，也有可能。你说哪里？”李廷芝与赵怀俱是吃惊，同时站起身来：“小人不知。”那士卒吓坏了，连忙跪倒在地道：“我们一队人在江陵就败了，乘小船顺江而下，就没再看到唐军，到健康府之后被派来报信，不知道唐军在哪。你言下之意是江陵败了？”李廷芝不可置信道：“20万大军败了？”赵怀道：“你说的是真的？叛军一边合议一边出兵了？”“出兵了，应该是大败了。”这士卒是在最快逃出战场的一批中，所知道的实在不多，因此赵进干脆让人将他送过来给李廷芝。赵怀自己判断此事对于李廷芝而言无异于是个晴天霹雳，他曾与贾似道同在孟拱麾下效力，对贾似道的人品虽然不屑，对其能力还是信任的，从来没想过上游战场会出现这样的大败。“退兵吗？”赵怀问道。“若金湖已失守，恐怕只能退而守长江了。”李廷芝思考着，这一刻他确实有想过退守，但最后他却摇了摇头：“不可。”“为何？”“宇文焕还在守襄阳。”李廷芝道：“有他在，金湖局势未必不可挽回，前提是我们得夺回淮西。”“好。”赵怀点点头，竟是立即就答应下来。摆在眼前的就是这么个形势，今日在淮西退了，明日吕文焕必败，那退过江也守不住大宋社稷，再难再险只能迎上去。“元府兄，你我且各自派人请令兄支援。”李廷芝道：“叛军既已出兵攻江陵，可见其根本无意议和，朝廷不该徒抱期望了。”赵怀闻言好生失望，他失望的是原本他们可凭雷霆之势夺回泸州，结果却因为议和派的软弱
而耽误了，好似从头到尾都被李密戏耍了一通。同时他又很清楚，并非李密能神机妙算摆布他们，而是大宋每次打仗都是一会这样一会那样。天亮之前，又有人赶到了李廷芝的大帐中。大帅，找到了。一封小信被递到李廷芝手里。今夜末将又往拾到那信件之处，举火提醒对方，果然又收到了第二封。李廷芝摊开那信件一看，神色终于振奋了些。赵怀问道，联络上了，此人信得过袁府兄，请看。赵怀看了，写信之人自称杜帆，乃泸州军中正将，称李廷芝为叔父，表示愿为宋军打开城门。杜帆，杜尚书之孙。这般一说，赵怀当即便明白了，端平年间蒙古南侵，亏的是杜杲滁州解围，安丰破敌，泸州大捷，在淮西大胜蒙军，守住了大宋社稷忠良之后，那必是信得过了。那便联络杜帆，请他今夜开城门。既定，李廷芝便准备起来，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需要在长江上游的叛军攻到之前夺泸州，守淮河，联络襄阳，反攻江陵。这些很难做到，但其实过去便有一个人曾做到过，孟拱。那年蒙军攻破金湖，局势之严峻不逊于如今，但孟拱力战多地，汉守江陵，收复襄樊，支援川蜀，使蒙古以倾国之力大败而归。当时李廷芝就在孟拱麾下，是亲眼目睹了这个力挽狂澜的过程。如今大宋再遭磨难，该轮到他守国了，他没想投降，因为孟拱曾经告诉过他人定胜天，且真的做到了。第1307章忠良之后，吱呀，城门处传来了一声响，黑暗中遂出现了一缕光，那是从城门的缝隙中透出来的火光。冲过去，匍匐在地上的宋军士卒立即起身，冲向泸州城。泸州有七个城门，两个水关，他们攻打的是东城右边的石庸门。今夜石庸门由泸州军第四正将杜帆负责守卫，城门附近都是其麾下兵将。果然顺利开了城门，李廷芝布置得很妥善，他亲自率兵攻打东城，同时由赵怀领其步兵将同时在西面佯攻，甚至还不忘安排苗在城岭一支兵马埋伏在北面，拦截出城逃跑的叛军，目的在于务必要拿下下府，并防止叛军往淮河通风报信。哨声响起，这时有宋兵已进了石庸门，没有发现异常，招呼后面的士卒进去。李廷芝眯着眼，努力想看清城头上的兵力分布，但城头上的火把很少，视线很暗。他听闻叛军甚至援军之中都有种能望到极远处的望筒，有人将其走私到金湖，大宋亦有仿制，可惜要以最上等的紫金玉石为材料，造价高昂，等朝廷赏赐，还轮不到淮东，自己出钱去买又拿不出这价钱。前方又传来了哨响，已有数百人进了城。李廷芝也赶到城头附近，向城门当中看去，只见街巷延伸下去，一片黑暗。大帅，请在城外等末将捷报。军中统领范有信见李廷芝离得太近了，连忙回过来劝阻。李廷芝只顾着眯着眼看着城门道，我要见到杜波。范有信连忙向士卒传令道，你们见到杜波了，时间紧迫，宋军士卒们还在排队进城，无人能打，反倒是前面有消息被递回来了，让我们快些，马上有叛军要来了，莫再堵在本帅面前聒噪。李廷芝低声喝道，还不快控制城门，抢占城头。诺。李廷芝在向前跑了数十步，前方已有人向这边喊问了一句，李叔父。李廷芝已到了城门外，终于在微弱的火光中见到了杜帆，他干脆拨开士卒，大步赶进城中，用力拍了拍杜帆的肩，好，不堕祖父忠义之名。杜帆身为名将之后，长得却有些瘦削，拱手道，淮西举手戴目，盼王师久矣，可知叛将陆凤台球下伏于何处，李叔父随我来。杜波动作很快，引着李廷芝便往城中赶去。李廷芝回看了一眼，迅速下令刘范有信控制城门，自己则点了周围的数百精锐将士随杜波而走。然而才转过月城台，李廷芝忽然停下了脚步，淮东军治军严苛，令行禁止，他脚步一停，身后士卒也同时停了下来，那盔甲抖动的簌簌声登时便没了。李叔父怎么了，杜波回过头问道。李廷芝抬手一指，喝道，拿下，他已经看出来了，前方有埋伏，方才经过的一个巷口其实有木栅封锁，只是隐在黑暗中并不显眼，泸州城门已被布置成一个大陷阱。果然，杜帆一见宋军扑上来，当即便与其部拔刀反抗，杀，突然间两边的墙头上冒出了许多身影，或执弩箭，或持猛火油桂，或抛瓷几里火球，一阵呼喊，紧密的脚步升起，叛军已从后面包围过来，推着厚重的木栅栏封锁住李廷芝的退路。东城火光大亮，喊杀声顿起，有埋伏，护大帅走，慌什么，回城门会合，继续拿下泸州。混乱中众人各自呼喝，杜帆一面向后退一面喝道，李叔父，你已经被包围了，降了吧。杜帆，尔家五代目大宋皇恩，建功淮西，屡受奖赏，封开国自爵，市民传颂，今儿一朝叛国，满门清誉，付诸东流，死后何言见杜尚书。李廷芝一边指挥着战士，竟还能从容喝马，因为淮西军早就已经不是当年随杜杲大败蒙军的淮西军了。从十多年前丁大权当政，以元界主政淮西开始，此地军政民政便已经烂透了，故而忽必烈南下之时，淮西望风而降，百姓已舟船几大员兵马，今夜
不论王饶、陆凤台布置的多周全，不论将领们怎样催促，淮西这些士卒确实从军备、士气、战力上就是不如李廷芝麾下训练有素的精锐。当随着这一声响，杜波手中的武器已被打落，宋军士卒冲上前，一把将他摁在地上，他奋力挣扎了两下，却挣扎不开，人已被拖到李廷芝面前。放屁！杜帆却是到此时再破口大骂起来，你说我杜家是穆皇恩？放屁！我爹如何冤死的？你休作不知。李廷芝还在望地势，闻言转过头，目露失望之色，你因此叛国，此事他却是知道的。杜镐之子杜树亦是名将，前几年在芝龙兴府江西转运副使的任上，因打算反而落狱，死在狱中，时人皆称杜树蒙冤。李廷芝却了解贾似道，知道打算法虽说是贾党排除异己的手段，但基本上能被打算的将领多少都有贪墨之事，总之人已经死了多年，是否冤枉早已说不清了。李廷芝上前一把拎起杜帆，骂道，你觉杜家委屈而行叛逆，才是真教你父祖蒙辱，后人谈及只会到杜树贪墨，杜帆叛国真孝顺，立功建业，扫除奸党，堂堂正正为你父亲翻案，呸，委屈，我杜家三代喋血淮河，死都不怕，怕甚委屈，但我是看明白了，为这赵氏不值当，为守着他所谓的社稷，多少淮西男儿死在城沟下，呵，枯骨未消，狗皇帝便派来贪官横征暴敛，我父亲贪，他任江西转运副使不过两年，贪了几个钱，比得过吕文德，下跪家产之百分其一，万分其一，万万分其一，倒不如问问在这大宋官场，不贪怎个活下去，狗屁的打算法，狗屁的奸党，丁大权换作贾似道如何，贾似道换作你李廷芝又如何，我看是狗屁的皇帝，狗屁的大宋。杜帆骂到一半时，李廷芝便已拔刀在手，要将这小子斩杀，他戎马一生是真狠的下心对故人之子下死手，然而听到后来，见杜帆那一双眼里满是愤郁之色，李廷芝终究是没能下得去手，脑子里一个个人影晃过，大胜了蒙军的杜镐，死在狱中的杜树，其后又看到当年那威武坚毅的孟拱，还有站在自己身旁的贾似道，再往后看到丁大权、袁建，看到了先帝、官家，看到了一道道照他班师的金牌，李廷芝忽然大怒，挥刀往下一砸，却是以刀背砸在杜帆肩上，将其砸倒在地，他饶了杜波一条性命，走，李廷芝大喝着，迅速领兵杀回石雍门，石雍门附近已是火光冲天，淮西叛军虽然不如淮东军精锐，毕竟是占了地势，又早有准备，在许多紧要之处备好了火油与茅草，要火烧宋军，换作是旁人，眼看中了这请军入瓮之计，必然是要慌忙退兵，李廷芝却不同，他判断着战场形势，决定将计就计，继续攻破泸州城，以将帅的能力来扭转不利的形势，正是孟拱、杜镐当年常做的，战事一直持续到天明，没能依原计划成功伏击李廷芝，泸州军已渐渐有些慌了，这次是夏父麾下有一名将领，听说唐军有清查降臣过往劣迹的习惯，向城外宋军射了信箭，恰好被陆凤台望见，此事原本控制住即可，王饶为人自负，偏偏要将计就计，设下埋伏，聪明反被聪明误，再加上遇到李廷芝这样的对手，终于吃了亏，将军不好了，拦不住了，宋军攻破了第一道山墙，城门呢，夺回了没有？还没有，宋军死死站着城门，怕是夺不回来了，王饶惊怒之下竟是还能笑了出来，自语道，好个李廷芝，淮东出了这么个人物，我在山东竟未了解，陆凤台遂问道，该怎么办，我亲自去劝降李廷芝，你疯了，无妨，王饶道，为宋之事已成，他不过垂死挣扎，今日便是杀了我，也拦不住天下一统，陆凤台这才明白王饶为什么行事如此大胆，他是真不怕死，而且是豁出性命在做事，李廷芝逆天行，岂不怕天救，城中还在混战，前方的山墙后忽然响起了大吼声，李廷芝一听便知那是谁在喊，遂下令猛攻，同时喝应道，王饶，小聪明使得够了，怎敌我堂堂正正之师，小聪明，山墙后王饶喊道，我所平事者大事，爹，盛唐复兴，中州一统，大势所归，若江河直下，顺则昌，逆则亡，你何必螳臂当车，图为天下笑柄，庶子且胜了李某人再谈，宋军猛攻那道山墙，终于轰然推倒了第一道山墙，此时却有士卒匆匆赶到李廷芝身边，大帅，探马回来了，什么探马，从淮河回来的探马，李廷芝一愣，此时想到他前夜一直在等这一只探马，人呢，受了重伤已经昏迷过去，但在昏迷前说叛军已经渡过淮河了，李廷芝脸色一沉道，何谓已经，本帅命他们往河北打探，不等叛军到亳州便报，如何等过淮河再报，大帅，叛军毕竟马快，李廷芝心一沉，意识到自己还是疏忽了，前些时日苦等消息不至，还以为是因为李霞没那么快掉头南下，今日想来才知李霞南下的速度只怕比自己想象中更快，只怕是自己还在抱有侥幸之时，叛军骑兵已经在大肆捕杀自己的探马了，报，大帅，苗将军，急报，城北忽然发现叛军主力人数恐于三万，
已经渡河了。第1308章尸位素餐。当面对的敌人不再是淮西军，而换成了叛军主力之后，李廷芝忽然发现战事变得困难起来。他甚至连敌军大股兵马的踪迹都掌握不了，才得到消息，叛军主力竟是已经渡河了。大宋名臣宗泽死前高喊着渡河，仿佛那条淮河对宋军而言是道天堑，李密的兵马渡河却那般轻而易举。报，这边苗在成派回来的信使还没说话，又有士卒赶来报信。东面20里外发现叛军骑兵。报，赵将军命我报李杰帅。西面湖泊发现叛军水师将从水关入泸州，这是包围之势。换言之，叛军早便打探到了宋军的位置，悄无声息地布置了包围圈，而宋军却根本没发现。为何？因为叛军有快马，有望筒，甚至于有淮西百姓通风报信。淮西这些百姓尚且将蒙元视为仁义之师，何况于唐军？李廷芝想着这些，眼神渐渐呆滞了些。孟拱、杜杲曾经让他相信，哪怕国势有强弱，但人定胜天。不久前王饶说天下大势，他心里不以为然，认为天下大势可以人力改之，但现在他发现自己还不够坚决，若够坚决，理会朝廷那狗屁金牌作甚？早半个月便要夺回泸州了。退兵，李廷芝无奈下令，鸣金升起，宋军只好放弃了对泸州的攻势，流水般向南撤退，告诉赵怀，我将亲自领兵断后，命他速退往江岸保护船只。至此，抢回淮西之战略目的已完全失败。虽然王饶自负，下府庸弱，却得叛军主力之迅速支援。李廷芝、赵怀空有名将之才，却受朝廷掣肘，粮草决断，苦无支援。唯一能让人欣慰的是，朝廷本来就对武力收复淮西不抱期待，这次退兵本就是奉旨退兵，没有太多战败的责任。其后五日之间，李廷芝且战且退，往东南方向转战300里。这次他们面对的是刚刚击败了蒙元的唐军主力，不论是军备、士气、战力，唐军都正处于最巅峰，只怕已可算是当时最强悍的兵马。而宋军粮草已断，全凭意志支撑着，自是艰苦。好在他们终于还是退到了浦口渡。长江滚滚，传来阵阵涛声，江风吹在宋军士卒们的脸上，他们已不再有原本的锐气。李杰帅，渡了多少人了？李廷芝才看到赵怀的人赶上前，当即便开口问道。没有，船只没了。你说什么？小人也不清楚。大帅这边请。李廷芝连忙赶到赵怀军中，赵怀正站在江边眺望，听到脚步声转过头来，登时面露愧疚之色。廷芝，我船呢？赵怀摇了摇头，满脸苦意道，我赶到时，船只已经全部被带回南岸了。赵进、李廷芝焦急之下已顾不得其他，对沿江志志使赵进直呼其名。他为何如此？不要淮东了不成？我已派人渡江联络，请兄长派船只来接。你知道的，我并非要逃过长江。李廷芝道，叛军追得这般急，若无船只，将士们如何退回扬州？我明白，我必与你同进退，但没有船啊。李廷芝愈发焦急，转头看着空荡荡的长江，愈感绝望。他已两日未曾进食，越饿脾气越坏，再派人过江警告赵进，我再不派船来，我必弹劾他，还有他背后那些只知求和的朝臣，一群无能鼠辈，窃居高位，尸位素餐。随着国势倾颓，他已不止一次流露出这种态度。某，不等宋军稍作喘息，远处又已响起了号角声，那是叛军追上来了。李廷芝气急败坏，等不到船只了，得马上撤退，走陆路往扬州。号角声愈发响亮，叛军已经越来越近了。连日以来负责断后的苗在成心知自己这一步兵将已经跑不动了，遂不再撤退，任由李廷芝号令催促，他始终不听，死战保护大帅撤退。李廷芝回头望了一眼，眼见苗在成的旗帜立在那，却也只能抛下这些部下继续往东撤。然而叛军也只被阻挡了半日，其后又重新追上来。李廷芝心知苗在成已是战死了，不由老泪纵横，连伤悲也顾不得。总之这情势显然已不容他渡过滁河了，离扬州还有100余里，已只能先退入陆河县守卫，稍作休整。然而陆河只是小城，一下子涌进来30000余残兵，城中又岂有粮食能够供应？李廷芝一路走过街巷，能看到百姓麻木的脸上全是忧心忡忡之色，并不欢迎王师，他更忧虑连日来所见所闻，唯痛心疾首四字能够形容。事业披着盔甲才在椅子上小憩了不过片刻，又有士卒匆匆赶过来。大帅，何事？李廷芝已成惊弓之鸟，迅速支起身，脸上满是疲惫，眼中却俱是警觉。叛军派信使来了，要见大帅。不见。李廷芝道，若再敢遣使来，杀了。是。那士卒应了，犹豫了片刻之后，却又传回身来，大帅，对方说给大帅带了陆秀夫的信。军师。李廷芝微微一愣，此时才想到当年那个才华横溢德高一远的年轻人，他沉吟了一会，最后道，本帅不见叛逆，让他把陆军时的信拿来。是。那士卒匆匆而去，过了一会，手里拿着一封信重新赶到了李廷芝面前。李廷芝只看一眼便认出信封上的字迹却属于陆秀夫。时隔数年，陆秀夫的
自己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以前是清丽，如今则多了种豪迈与囚禁。怀左捆帅李公无恙，学生拜言，白日戳霜雪融，人风过耳辞己扫，今烟云复收，中原阔清，喜不自禁。于燕京致函，工地结因。李廷芝本以为自己看到信时会很生气，其实没有。陆秀夫的第一句话说的便是收复中原的捷报，这是孟拱一生的志向，同时也是他李廷芝一生的志向。而当看到陆秀夫想与他共同庆贺之时，他心中还感到了一丝遗憾。十余年前，反而是他先发现了陆秀夫的才干，邀其至幕下任事。如今回想起来，若是那般，只怕反而让人错过收复中原的伟业。如今惶惶如丧家之犬。再往后看，能从字里行间看到陆秀夫极力向他述说北方是如何景象，以及李霞是怎么样的君王。李廷芝却是不了解李霞，他从未与对方打过交道，只从许多消息中听说对方弑君叛逆，唯到了今日，他才开始了解到李霞。因为在信至最后，陆秀夫留下了一句话及一首词，诗词言志，陛下言此非朕一人之志，实华夏男儿之志。李廷芝眯着眼看了两眼，却停了下来，拨弄了一下烛火，整理了衣冠，整肃了精神。他还翻找出铜镜看了一眼，烛光映着他的脸，脸上依旧有疲惫与狼狈之色。于是他洗了把脸，整修了一下胡子，做完这些，他才重新开始看起来。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一篇雄浑有力的诗词，李廷芝不愿意以狼狈的模样来应付，这与敌我无关，这关乎于男儿的精神气。临安选德殿，一语声始终未停，因此每个人都能听到玉榻上的官家的念叨，别杀我，别杀我。众臣只当作没听到，微低着头，努力把这声音忽略掉。然而忽略不掉的是越来越来难以挽回的局势。长久的沉默不是因为还没得到消息，而是所有人都不知怎开口才好了。朱四孙杨震携江陵府投降，下跪住于鄂州，似有叛头之意。贾似道不听诏令，擅自统兵东进，以抵芜湖。如此种种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把好不容易才掌握了大宋权柄的朱相公直接打懵了。他们此时才意识到，他们一切的计划都是建立在议和的基础上。太后官家给他们权力是为了议和，百官士绅将士百姓拥戴他们是因为不想打仗，而一旦李尼不答应议和，他们已拿不出第二个办法。此时所有人喉咙里梗着的只有两个字，迁都。没人敢先开口，最后却是谢道清先说话了。江万里从湖州上了奏书，给诸位相公看看吧。陈义忠从王悦手中接过了江万里的奏书，有些讶然，按照江万里的意思却是劝他们与贾似道握手言和。陈义忠登时便心生不愿，然而再一想又能如何呢？如今贾似道一副在被李霞弄死之前也要弄死他们的无赖姿态，朝廷总不能先占贾似道再占李霞。谢道清问道，朱清以为如何？臣以为社稷为重，却可先安抚贾似道。事实上临安宫城中这种君臣对奏对改变局势能起到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这日收效甚微的对奏进行到了一半，曾渊子才迟迟赶到。谢道清不悦，认为这是对他这个听政太后的不敬，问道，曾相公何以晚到？禀太后，臣离开枢密院之时，忽得到沿江制治使赵进的奏报，称叛军主力已经抵达淮西。曾渊子道，赵进还得到消息，据说李廷芝已经降了李密，他不敢使长江天险有失，故而调回了南岸所有船只。仅这几句话，谢道清不由吓得面色惨白，叛军主力已到淮西，只怕意味着议和失败，李廷芝一降意味着淮东也要失守，说是守江先守淮，如今才开战，淮河防线竟已经完全丢了。当然长江北岸的船只都被调空了，李廷芝是否真叛头了，朝廷其实也不知道。第1309章条件。长安一辆小驴车出了城门，沿着朱雀大街往南走了两三里路，在建福寺附近停下。韩琪安下了驴车，抬头便能看到一座白土粉饰的高塔，长街上则是络绎不绝的行人，叫卖不绝于耳。此地虽是城外，却比一般城池内还要繁华。他叫车夫自去吃些东西，往东拐过安仁坊的小巷，在一家小食馆前停下了脚步，往里瞧去，此时并不是饭点，馆中还坐了三桌食客，其中店门店尾处各有三个大汉在饮酒，另有一男一女坐在角落里。韩琪安进了小食馆，往角落里那一男一女走去，店门处一名大汉抬头看着他，似想起身，却被另一人按了按。坐在角落里那年轻男子回过头看了一眼，笑道，离开长安有阵子了，念叨着这家的羊羹难得来吃一遭，倒让你找着了。韩琪安欠了欠身，应道，郎君放心，没有甚要紧事，就是见着郎君人了，我能心安些。坐吧，店家再要碗羊羹两个馍。好练，这家羊羹我喝过几次，却是鲜，半点膻味没有。过去在临安时身子弱，到了关中这些年，每日被这馍填得实实在在，身子倒是康健得很，说是救命恩人也不为过。韩琪安一边坐下一边絮絮叨叨，又道，他家生意也好，这一带也热闹，眼看着天下太平，长安城池怕是太小了，知道韩公想问什么，肯定不会迁都开封，这次
之所以准备带百官过去待一阵子，魏都南征事宜，未稳中原人心，再加上未堪黄河水利，独独没有为迁都做准备之意。郎君快两年没在长安，好不容易回来安抚众人，没几天又要到开封去。众人猜测是否嫌宫城太小，没有大国气象，说往后若要扩建宫城，或可在龙首原大明宫那块地。说到这里，店家端着托盘上来，凑去道，几位客官也在谈扩建宫城的事，是小要放500年前，这铺面还是长安城里的正中央里。韩琦安笑道，这般说来，若真扩了城，你这铺面可值钱，嘿，天子脚下嘛。再说了，总不能回头等灭了宋国，献俘的时候叫那宋国国主看了笑话。说着，店家端上来吃食，招呼韩琦安慢用，又交代了杨庚可以再添，方才退下去。他却没想到，当今天子就坐在他这小馆里。李霞回头看了一眼，道，扩建就没必要了，与韩公说个想法，别转出去。哦，我还未与别人说过，往后若传出去了，只当是你说的，莫不是看上了北平城，忽必烈既建得差不多了，省得再劳民伤财，未来我们的疆域绝不仅这个范围。当然缓几年再谈，眼下最主要的事还是南征。韩琦安微低着头仔细听着，手里拿着磨撕成小块往羊羹里放，应道，南征之事未了，我便跑来说这些，是因为大家都不太想去开封，未雨绸缪，至于北平就更远了，到时难免有人抱怨北方苦寒。知道。李霞笑了一下，道，因为干系的利益太大，他们才担心的都来不及等宋国灭了以后再讨论这件事。往后若迁都，别的不说，长安的地价不值钱了，首先损害最多的就是原从功臣的利益，相当于一次小小的权力洗牌，越大的功臣越不愿接受。不至于。韩琦安从容喝了一口羊羹，放下碗才道，真说起来又能有多少损失，在长安是住，在北平也是住，勋臣们的田产宅院商铺是要贬上一些，经营的人脉也得再来过，或许有些人还丢了个发横财的机会，可若是连这点损失也承受不起，那未免也堕落得太快了。就是这个意思。李霞道，天子不好当，本是为了收服北方考虑，一不小心便要损了哪方的利益，岂还担忧这些。以郎君之威望，凡下了决心，许魔定命，风行雷动，几人敢忤逆。不过是有些感慨，方才我还在与明月讨论，只不过是想去开封一趟，方便及时处置灭宋事宜，便能引出这许多猜想与不安，幸而今日我是开国之君，否则若成的是赵宋的基业，只消流露出迁都开封或北平的意思，想必南征与北伐便要不了了之了吧。牵一发而动全身，赵宋享国310年，更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牵不动了。韩承旭道，故而南征之胜败已无需顾虑，值得顾虑的是姬必清得彻不彻底。是啊，这就是更复杂的话题了。韩琦安叹息了一声，眼看李霞面前的一盘羊肉已经快吃完了，没再就着大宋的姬必深谈下去，回想着方才的对话却觉得有些好笑。在长安，我们在说着迁都，是为开疆扩土，千秋万代。在临安，赵齐许氏也在说着迁都，却是因贪生怕死，苟且偷安。那边大部分人产业在临安，宁肯降了也不会迁都，还有主战的也会反对。即使到了兵临城下这一步，赵齐想迁都尚且比我还难，若说比，他连比的资格都没有。雄才大略的圣天子，临安一出击，岂配相提并论。聊到这里，有大汉赶进小馆，低声道，襄阳的战报到了，长安皇宫确实小，所谓的大殿就是府衙大堂的大小，殿内大部分地方还被一个大沙盘占据了。如今在宋廷君臣眼里，形势最危急的地方是淮西，是顺长江而下的唐军水师，但若是看到长安城中这个沙盘，便会知道李霞真正关注的战略核心只有一个，既非泸州也非鄂州，而是襄阳。王饶、陆凤台策反下腹也好，江才强攻贾似道也罢，都是同一个目的，隔绝宋廷与吕文焕。襄阳是唐军需要拿下的第一个战略重镇，哪怕能顺长江直取临安，李霞也不可能任襄阳梗在那，像根鱼刺梗在喉咙里。而吕文焕驻守襄阳多年，经验丰富，城防完备，强攻并不容易。如今南征的主帅是高长寿，从吐蕃回师之后便被调到汉中休整，既是为防宋军偷袭汉水，也是在为伐宋做准备。及至李霞击败忽必烈，立即便传书汉中，高长寿当时便准备取襄阳、泸州、江陵之事，据出自其谋划。然而现在其他路进展顺利，高长寿自己却还被堵在襄阳城下，各种焦虑。李霞近来已能从他字里行间感受到，这日来的又是高长寿的信使，将一封厚厚的信递给李霞，自然不是高长寿有许多话要说，里面是吕文焕投降的条件。李霞看过，微微皱眉，将信递给了韩琦安后，起身踱步到沙盘边，看着那一杆插在襄阳边的小旗。而韩琦安看过信，转向信使问道，依高元帅之意，是想答应吕文焕？是。攻下襄阳很难吗？大帅说，并非攻不下襄阳，而是衡量得失，招降是更好的办法。建统元年与吕文德之战虽胜，船只损失却多，进攻襄阳火气足，然而船只缺，而且善操舟之船工皆已被调往长江。老夫明白了。韩琦安点点头道，想必吕文焕应战也不含糊。是。襄阳守军
着实是我军伐宋以来最顽抗之部。韩齐安抚须齐道，吕文焕比李廷芝尚且能战军阀吗？李霞道，他自己的吕家军成奸良族，又不用听宋廷命令，这般说来吕文焕的条件不算过分，平心而论不过分。信上所言，吕文焕并不愿辜负大宋皇恩而叛将，然而考虑到李唐复兴一统在即，他希望天下早日太平，因此提出了几个条件。首先便是唐军不得伤襄阳百姓一人，其余也很简单，无非是优待吕氏子弟与部将，对他们过往抵抗王师之罪过不予追究，继续原职任用为大唐将官。另一方面，为表忠诚，吕文焕愿为先锋征讨赵宋，安抚沿江军民，今日若换作旁的君王，想必已然答应了他的要求。而李霞盯着沙盘看了良久之后，开口则道，不过分，但朕不答应，条件该由朕来给。韩齐安便走到一侧的小案前，提笔沾了墨，吕文焕归顺之后需交出兵权，献出吕氏之财富产业，吕家子弟部将需由朝廷考校才干人口方得酌情任用。李霞说过，又道，吕文焕若答应，自可任意清廉高官，若不答应，便让高长寿攻破襄阳，高长寿若攻不破，便让江才率兵北上。韩齐安奋笔疾书，没有多劝李霞妥协，他了解李霞的性格，且那沙盘就摆在那，一个个小旗插着，代表着大军压境，襄阳已经成了一座孤城，岂还需要妥协，再告诉南征的将领们，好饭不怕晚，朕不担心他们攻宋攻得慢，只担心他们狼吞虎咽，吞得太急了，把那些烂肉腐肉一并吞了，快马沿五关南下。很快将李霞的旨意递到了高长寿手里，于是停歇了数日的攻城战事再次开始。吕文焕听得炮响便吃了一惊，讶异于李霞竟能严苛至此，再想他才发现自己并不了解李霞。第1310章樊城。樊城汉江如带，江水清澈，樊城在北，襄阳在南，可惜唐军的攻势打破了汉江流域的安宁，火炮从江北砸在樊城城头，在城墙上砸出了一个大窟窿，石土飞溅砸到城头上的守军血流满面，同时又是一声重响，身后的城楼突然倒塌下来，将几个士卒砸倒在大幕之下。惊慌之下，许多士卒连忙抱着头趴下，忘了向城下射箭，搬开把他们救出来。樊城守将牛父大步赶上，与士卒们奋力将那压在伤兵身上的木梁搬开，再转头一看，只听得城下一片喊叫，却是叛军已经冲到近前了，此时混合着火炮一并射过来的还有箭矢，同时唐军也在大声呼吼。牛父因剧烈的晃动而摔在地上，扛起盾牌挡着箭矢，忽然在各种夺命的声响间隙中听到了唐军在喊什么，当官的为了家产不肯降，却要你们送死，还不降吗？唐军并非是第一次招降，事实上自从襄樊被围以来，唐军在招降上做的努力比打仗要多得多，之前各种理由都说了，今日却有些不同。此时牛父苦守城头，听着那漫天的叫喊，心中十分疑惑，我实在想不明白。待到唐军攻城间歇，牛父一边包扎着伤口一边哼唧道，皮匠王福问道，将军想不明白啥？我原本没想过要降，前阵子不是听他们说吗，大宋气数怕是要尽了，李密又成了李唐后人，比官家还正统，更别提还收复了中原。我便派人射书到襄阳城问吕大帅，吕大帅回我，等他命令。没多久，唐军的攻势便停下来，我还当吕大帅要降，然后呢？今日看像是吕大帅又不降了。王福道，那将军想不明白什么？牛父说不上来，转头看着周围的士卒，整张脸都皱在一块，如今这样的形势对所有人都是考验，有人认为该投降了是出于贪生怕死，有人则是认同李唐的正统。而当牛父心中有了投降的念头之后，他自己也说不清是因为什么，同时脑子里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是不能叛国，不能叛国。他从小听的故事都是赞颂忠肝义胆，早已立下为国死战的决心，但偏偏环顾周遭，又觉得麾下的兵将们这样死掉不值得，眼下早不是当年抗蒙的时候了，说不出来，娘的也没个人告诉我怎么做是对怎么做是错。牛父说到这里，前方忽然有士卒大喊着跑过来，将军，襄阳有信到。牛父连忙起身赶上两步，从那士卒手中抢过一封箭信，摊开来看了，是京湖都统范天顺的传书，只有一句话，身为宋臣，死当为宋鬼。王福见牛父站在那发愣，凑上前看了一眼，问道，将军，襄阳那边说的什么？让我们卖命守城呗。牛父道，他一瞬间觉得这是天意，才说希望有人能告诉他怎么做才是对的，马上便得到了这封信，只是心里那迷茫的感受依旧未能散去。其后几日，唐军攻城更猛烈，相比起来，襄阳居于南岸，且有环绕着它的宽阔护城河，唐军难以攻下，居于北岸的樊城便容易攻打得多。显然高长寿恼羞成怒之下，以决意先破樊城作为攻打襄阳的跳板。面对这样的攻势，牛父渐渐感觉到快要守不住了。到了2月23日，他被唐军的火球砸中，手臂上留下了一大片烧伤，在军大夫为他处理伤口时疼得晕了过去，于迷迷糊糊之中醒来。牛父喃喃道，王福，将军醒了，皮匠到城头巡视去了。牛父睁大眼看着眼前那带着三落长须的面容，问道，大夫，为何我觉得
浑身无力。无碍事，将军歇一夜便好。什么声音？叛军进城了吗？那军大夫侧耳倾听了一会，抚须道：“并无声响，是将军太操心了。我分明听到喊杀声。”牛腹道：“扶我起来，我得上城头看看。在军中将军说的算，然而在病榻上老夫说的算。将军且躺下，放心，万事皆安。”牛腹急得不行，奋力想起来，偏是半点力也施不出来。好在他耳中那隐隐约约的喊杀声渐渐停了，想必是在梦中太担心了。这般想着，牛腹终于能闭上眼歇一会，其后便听到那军大夫哼着什么，他听不太懂，但听得出来是很雄浑的曲调。转头看去，军大夫仰着头拍着膝，虽没喝酒却有些醉态。大夫，你在唱什么？一首新词，将军可听得出是何词牌？牛腹摇头道：“我不懂诗词，粗人能识字都是不容易，是首送雪的词，词句颇直白易懂，将军再听听。”好，那大夫清了清嗓，这次唱得便更大声了些。如他所言，那词句确实直白易懂。牛腹既学过识字，听了两句之后便问道：“这词是说北边的积雪有千里万里那么阔，是吗？”“是。”将军果然听得懂，我听得没错吧？长城内外真是长城吗？自然是长城，若非长城岂有内外都是雪的，老夫也未曾见过。将军可见过？牛腹道：“娘的，大宋有几个人见过长城？大宋没有，大唐却有。”牛腹一愣，瞪着眼死死盯着那军大夫，一遇感到了不好。你将军听老夫唱完吗？老大夫显然极喜欢那首词，手微微挥动着又唱了起来：“须晴日，看红装素裹。”这是叛军中传过来的词。牛腹猛地坐起，瞪着军大夫，额头上满是汗珠，大喝道：“你反了，你反了！”何谓反？那军大夫举着手翻了翻，悖逆于正统者为反。何谓正统？大宋太祖皇帝当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反耶？正耶？当今天子身为李唐后裔，北驱胡虏，一统中原，反耶？正耶？牛腹愣住了，等他回过神来，呼喝声已经传到了门外。砰的一声，有人撞门进来：“将军，反了！他们都反了！”一身是血的王福大喝道：“士卒已开城门迎了叛军，走！”牛腹却没动，依旧愣愣看着那军大夫：“将军，走去哪里？”牛腹问道。王福道：“出水关，走襄阳。”襄阳被围了。王福一愣，顺着牛腹的目光看去，讶道：“童大夫，你笑什么？今夜凡尘归顺，百姓不再为战祸所困，老夫欣喜。”一而发笑：“你也反了？”王福一惊，当即便扬刀在手：“你想害将军不成？凡城军民不想再为那些高官大将送死，不想再为赵氏送死，想开城门迎王师。老夫看将军素来忠义，因此困将军于此，以免被人杀了。”王福：“别杀他，走。”将军：“我带你突围。”将军：“何必着急，走已走不掉，何不如听老夫将那词唱完。”牛腹摇头道：“说了，老子不懂诗词。”“不懂诗词不要紧，能听懂汉家男儿志气就足够了，中原豪气都传遍江南了，将军岂能不知？”